啊，各位咱这社团先进吼，啊，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大家早上大家好吼。好。今日只开一个记者会，甚至是要抗议造波，为着政治目的，把台湾的高中历史教育啊变成中国教育，这是台湾的思想。高中历史教育可能变成咱教育的九二一啊，这是咱唤起台湾人了解。马英九伊本身想要让台湾人变中国人，但咱相信绝对无可能。咱真期待后年总统大选，就甲马英九政权甲引导，因为台湾整个的教育才会着正常化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今日站两本册来，一本是《三国志》，一本是《九五战纲》。这两本册要讲两个代志，咱的《三国志》。无书来对，三国志来对无书，对讲派两个人要来外道模仿徐福，结果伊所讲的宜州，咱来对甲看起来，完全是来讲看出是台湾。不同，我是讲我也比较真实。过去伊在到迄个李登辉时代，伊嘛叫主流分路，啊，现在为着马英九，啊，就安尼在做帮凶啊，我希望。看你的这样的风格风骨啦，哦，会当卖做马英九的当兄，哦，咱因为马英九伊在义中啊做兵线，啊，要用台湾和上个中国，这人人共气啦，人人共气。教育部伫高雄办公听会，啊，迄个公听会内底媒体较少报啦，吼，迄个中国关东大学的副校长何源。竟然要上台讲话，啊！阮全部朋友，大家都冲去你头前阻止伊发言，是安怎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万东大学的副校长，下任的副校长，会当出现伫高雄中学，咱的公开的这个中学，是安怎才会知安尼？啊！结果阮伫啊阻止伊上台的时阵，伊到尾啊提出。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各位请咱大家思考，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的副校长，已经取得咱台湾的国家的身份证，这种人即摆伫台湾到底偌济？啊，五当十当后，唔知要敢惨偌济？所以未来台湾国家欠款的危机非常大，咱一定爱非常的注意。我了在高雄的时候，我。两摆点名，我讲我发言，要求你回答。啊，我讲你是不是就是马英九的拍手？国民党伫台湾，即卖有足济亲中国的学者，像林应台，等一大帮。因这人真少看到因公开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运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足济人活了真郁卒，真痛苦。因有真多民主运动的人，拢用黑金条、王家堡的政权给迫害，但是台湾这些人是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来讲话，无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运动来讲话。咱要求咱的教科书内底一定要写蒋介石是予台湾怎啊带入国家危机。甲国际外交困境的元凶的凶手，一定要甲写入去咱的教科书内底，对不对？对。蒋介石接受尼克松，接受占星的意见，啊，咱即马台湾的要甲到你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。咱今年真艰苦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蒋介石是咱个要自尊，因为伊呐接受了，原来的立法委员国际代表。那个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就完全失去。在民国六十年，1972年，台湾立法委员在全民改选，台湾民进党分到政权就当在作战，会当执政。蒋介石就是为着伊号政权，为着伊国民党，为着伊个人统治的自私心，所以才会无爱让台湾继续留在联合国。像这种影响这么大。是不是要把他写在咱的教科书内底？提出种种的意见，王亚波李亚邦就走出来。伊伫教育部用合法的管理底，敢欺负
制定咱的教科书，但是公听会伊唔敢跟我辩论，人怎走出去？伊安尼敢有正正当当得尽伊的责任，无对不对？ Yeah! 所以今仔日咱要求台湾的教科书要用台湾自由为主体来写这个课本。伊在要甲咱改史，台湾历史在改旧，要让咱的囡仔哦忘记咱的历史，哦忘记历史，就是消灭消灭这个族群。哦，啊！即卖又搁开放哦，六千青年大量的学历，哦，啊！一步一步要予台湾哦，将去台湾的所在哦，所以哦，咱有要求吴世金部长讲的哦，这个课纲袂使安尼做哦，但是伊一再甲咱骗哦，啊！即卖安尼的时阵，所以咱即卖要求吴世金部长哦，伊一定爱负责哦，伊若无负责，爱落台。既然无落台，咱五都的选举，咱爱用咱的力量，用咱的选票来迄落啊，来改变来哦。咱的立法委员爱啊学较侪哦，咱才有法度改变咱的命运，咱的历史哦，咱才有法度对着咱的子孙啊。孙中山来到台湾三四遍，到达无一句话，来遮无款尔嘞，恁台湾人的钱去侮辱中国的革命，结果台湾人甲当作国父嘞。孙中山的私生活，相信在座真侪人知影，吼、哦，甲蒋介石有比啊，同款精彩哦，三妻四妾，大母卢若珍要他的命去，后来去日本，哦，去实在就一个十三岁查囡仔，叫做这个大月勋，大月勋十三四岁尔，结果。因老爸甲收留，因为伊走落去日本啊，斯大克满清帝甲通缉啊。结果讲无偌久，孙中山离开了，我发现伊个十三岁查囡仔，我爸爸是大个。啊，生一个查囡叫做丰川富美子。阮伊个土地蒋介石国方面讲，哦，你上爱青帮做龙王，哦，家就暗算白，啊，同款学伊个师傅，哎。一个十三四岁查囡仔，哦，这个车马已经早就出来，哦，所以国民党来改，不是中国史，不是中国史啊，是另外那个史，赛啦，不是中国史，是中国赛，这中国赛在你咱头壳内底，讲伊是不论是索人主义，或是索地主义，我就是道地的中国人，我不是台湾人。甲其他的人呛声呢，这是王小波，哦，马英九的大哥哥，啊、哦，马英九的大哥哥，这是马英九跟你讲的，有没有超友谊关系？我们不知道、哦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是马英九的大哥哥，透过这个马英九的大哥哥，标准的中国人，再一度要来践踏我们台湾人，卖文立化，大家拢是台湾人，拢是台湾囝。台东一地，好好，咱一地，台东市的政府没有提出来，两千公十二年，台湾政府没有提出来，大家拍拼，哦，包括马英九的历史，外国贪污的历史，爱甲上班，伊的新闻，伊的新闻是啥？各位，我不是讲八卦，不是讲八卦，哦，伊有真侪内幕，因中国的思想。改掉话题，真侪拢甲这个泰感有关的。泰感若掌权，天下就台湾。马英九的新闻，不是普通的查甫人，上帝做人，查甫就查甫，查某就查某。当然，咱不是歧视，但是马英九这个人，无正常的查甫人，一个无正常查甫人，心态甲泰感有关。